进台快攻它的速度见长。那么陈梦呢，应该说这个他的优点也非他们两个人如何能够扬自己的长避自己的短。他们的经历和成长，包括你看刘伟他们过去也是一样，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个困惑期或者困难期或者挫折期，那就看你怎么去对待。是我们说物质基础就是基础，达不到那也不行。局中已经是7-3领先了，漂亮。但以后自然精力也会受到影响，注意力就不集中了。对，哦，漂亮。对，多拍僵持。好球，这是要有一个节奏上的变化，给反手有节奏变化，胸给正手，这样节奏速度的好不好一定要精确，到哪儿不差分毫。哦，这样的话精，我们说的是三。其实有时候这个比赛啊，我刚才尤其乒乓球啊，这斗智斗勇就可能显得更突出了。其实刘伟说到的这个享受，漂亮，好球，多拍，好，还有，还有，漂亮，漂亮，太漂亮了这一把。这样的话，凭借着这一球，小早流失。